你干嘛？你要跟我作对吧？双十一，我自己辛辛苦苦做策划案，被义不好阿不当做合作的试点，然后呢，出问题了，我老板被休假，我被停职。 什么都做不好，我付出了那么多的努力，还是做成这样，还是什么都做不好。哎，我比别人都付出的努力多，为什么我的职场人生就那么难？哎，我刚买的科比同款，别往我身上砸行吗？哎哎，起来了啊！ 没事儿，随便擦了。总裁，没事儿。 我就想有一天，我要做到 SW 中国区的销售总监，让我爸和我妈一无二。怎么着？哥陪你喝点去。走啊！ 说是来安慰我的，整个一个 SW 吐槽大会，张小鱼，不就是停职吗？你至于吗？嗯，你天天不上班还有人给你发工资呢。要是我天天笑醒了，真的。喝。可以。嗯，大妹啊，你再给我来两份，再来两拿啤酒。 要不然你跟我来创业吧。像你这种千年难遇的销售奇才，跟那些论资排辈的老阿姨面前，真是太委屈了。来做我 COO， 5年，我让你登上福布斯排行榜，怎么样？行吗？ 而且啊，三个女人一台戏，一大帮女人在公司里争业绩、比销售，不互相掐才怪呢。看看我们 IT 圈，大把的青年理工男，老实本分。以你这条件，大把的光阴，前途一片光明。说话呀！
哭。干爹。啊。我喜欢你。做了男朋友。不行。我救援。闹了，下来下来下来！我不信，是救救救！哎呦，别闹行吗？别闹，没闹，没闹，救救！肯定，就要你做我男朋友。先放手。给我一个理由。正在想，因为我赚钱比你多，事业比你好，是不是？我不在乎。先放手。你先说清楚啊！我喜欢那种女的，就是游戏里边那种高鼻大眼的，对，就是这种。网红脸。你喜欢网红脸？你怎么会？你干嘛害我呀？你喜欢网红脸？爹，你这个超级大坏蛋！